对什么事情很熟，这不用抄，还有写中文，你只要把英文拼进去就好。熟练，做某事情很熟，那有哪些音啊？床怎么念 ？Bed， 对不对？鸡蛋怎么念 ？Egg， 这很像在教儿美哈。我只是要跟你讲，举一些很简单的字，让你知道那个 a， 嘴巴比较小一点点 a 的音。熟练的，好吗？第三个叫收养，来你拼 o 进去哦，虽然是 adopt， 动词叫收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借一下，可以啦，可以借，没关系啊 ，OK 的。女朋友吗？真的，嗯，年纪这么小就交女朋友，正吗？来，这个 adoption 一样 ，ion 结尾的字中心在 ion 前音节嘛 ，adoption 就是收养这件事情哦。收养一个小孩嘛，对不对？那你看下面有两种形容词，对不对 ？adoptive 跟 adopted， 两个字有差哦。那 IV 觉得是形容词没问题，你要知道 ED 的形容词都有一种什么感觉啊 ？PP， 被动语态的感觉。所以两个都叫收养，只是上面这个就是收养的，可以加谁？父母啊，就是收养你，养父养母。那 adopted 是被收养的哦。那被收养的后面加的就是什么？小孩子嘛 ，adopted son 养子，知道差别哦？差别在这边。我去看熊妈姐，好好笑哦。可是我有遇到一个小朋友，他是就是也是自己偷偷去看，他说没有被抓到就可以进去看。他里面很低级耶，有一个他里面没什么全裸，有一只有一就是他们在嗑药，然后喝酒开趴，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女生全裸，这样他就在他身体画一个加菲猫，就是用他的裸体加菲，然后那个反正还蛮低级的，不过蛮好笑的，听说票房很好啊。他、就是、说台湾限制级的喜剧的那个传奇是他哦，还蛮妙的，蛮低级的啊，说真的，那很好笑，整个戏院都一直在笑。结局是好的，结局是好的，对啊，喜剧怎么可能结局是不好哈？还蛮赚人热泪的哦，其实。好，然后下面不是还有三个吗？下面他们下面是第二个单字了啦。那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再帮我抄在空白的地方吗？你还有空白的地方吗？有吼，帮我做一件事情 ，adapt 这个字，所以从头开始哦，这个你另外写一个记号。我们刚刚说 adapt 叫适应之外，你帮我写第二个意思哦，它叫做改编，改编。那你旁边就要写改编的用法啦。会有两种介系词哦。这部电影假设是《哈利波特》好了，是改编来自于小说，来自于某个小说。介系词的来自于你会选谁？来自于某个小说会选 from 吧，对不对？所以 from 加的是来源 ，from 某一个来源，小说嘛。中文翻译成改编字，所以就可以说，The movie was adapted from the novel。这部电影是改编自这本小说的意思。那再来，如果是小说改编成那部电影嘞 ，The novel was adapted for the movie。哦，改编成。
介系词的不同，就会让它整个意思相反哦。都是高一的单字，没有到期前字哦。现在是2012的暑假嘛，对不对？再来是2013的暑假，对不对？现在高一嘛，现在之后就高二。你差不多到高一的结尾，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啊，就会有这个社团干部的选举，不能讲选举，都是学长姐自己选的。对，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接下整个社团，所以这个暑假，明年的此时呢，你可能就会不停的在玩社团。对，很多人这样，有好有坏啊。我是希望你不要当社长就好，因为社长通常都是成绩会被拉下来的。对，你可以当个公关啊，当个什么都好，不要当社长。其实公关也很惨，你知道公关要一直去拉赞助。你知道什么叫拉赞助吗？就是有一个店家，你就走进去跟他讲说，我们要办惩罚，没有钱，你可以给我们500块吗？真的，你傻眼了，是真的这样啊？然后店家可能会说好，这不好。那店家如果说不好，你就摸摸鼻子走了嘛。如果说好，你就说那我们的 DM， 因为到时候惩罚会发 DM， 我们的 DM 上面会写 sponsor， 你的赞助，我们的赞助商，你是我们赞助商，可能就是吃上便当，好金鲜鱼丸便当。对，真的真的这样，真的这样啊，很可怜哎、欸，你要做很多就是很惨的事。对，但是还是蛮好玩的啦。所以这个暑假你还可以玩一下下哦，因为啊。2013年暑假嘛，你看啊，2014年的时候啊，就会有寒假跟暑假的差异，因为寒假你要干嘛？考学测，暑假你就要干嘛？业毕业了，考职考。如果你有幸在寒假就考上，当然是最好，当然是最好，先吓吓你啦吼，你还有两年半就有个大考，讲给你听哦。这个暑假好好玩啊，还蛮好玩的，就是。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吧，因为你下一个暑假都在玩社团，除非你不参加什么社团了吼，不可能啊，你一定要参加社团的、啊。好没？好的话，刚刚是不请你写，还要再帮我写一个东西。我们刚刚说 adapt 是熟练，对不对？那我很精通，我很擅长。你国中的片语叫做 be 什么 at， be good at， 但是你高中了，没有人在讲 be good at 了。大家讲的是 be adept， 来这些词写下来 ，in 叫做精通、擅长、熟练于。所以从今以后，请你不要再写 be good at 喽，太简单了，没有程度，不屑哈。哎、欸，上礼拜那个 AQ 胖科学的男生怎么没来？不知道，我以为他是你好朋友哎，等一下应该会来啦，对啊。就是那个、啊，等一下应该回来，等一下应该回来。我新买的衣服我觉得太短了，让我好没有安全感，我再往下拉，才400-500吧，啊，蛮便宜的。你们想买衣服吗？我可以介绍你，我朋友开的店蛮便宜的，还是那个考试考100分送你一件衣服这样，跟你又不一定能穿。好吧，那等一下哦，还有、哦，如果你是高中的话，我们会讲这个字，专家叫 expert。Be expert 也是加 in， 擅长。还有一个是你国中就会哦，擅长做这件事情就跟在家一样嘛。Be at home， 这些词填塞也是 in， 擅长。会不会抄太满很累啊？慢慢抄，慢慢抄。哦，我们上礼拜有说要考试吗？没有，是不是？哦，我不是有说什么要定50人，为什么、啊？那、啊、我们等下来喝50人，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是自己想喝啊，我懒得出去外面买，好热。你手酸不酸？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技巧的英文叫做什么啊？我找一下黄色粉饼，等我一下。我用橘色好了，后面有黄色。Oh, sorry。技巧的英文叫 skill， 会不会？可是 skill 是名词啊，所以你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写 skill 的形容词，一个是写 skillful 形容词。full 就是充满的意思嘛 ，skillful 充满技巧。be skillful。还有一个字哦 ，be versed 也是熟练 ，versed 有转圈圈的感觉，
游刃有余，可以转圈圈，就是熟练。加两种介系词，一你写应对哦，二你写 at 也对，是不是很好？这两个人是不是很好 ？in 跟 at 都可以。我觉得你会抄不下来，怎么办？我的错，留空格留太少。这个讲义啊，我每年都会翻新，今年也有翻新，然后翻新之后去请那个排版帮我排，所以看下面不是有写那个时间，这很机车，那时间是排版的那个软体，他忘了把时间删掉，想揍他哎，一页三十块，我付他一页三十块，就他竟然把那个时间给我落在上面，然后他人现在在澳洲，见不见？机不机车？我要跟他通信啊，然后把那个时间给我删掉。上面写他做好，就是我早就做好，我寄给他，他要帮我重新排版，这样，他就写他排版的时间在上面。我还付他钱哎、欸，就我付他钱还给我这样搞，我真的觉得哎。可是我们是好朋友，已经算我很便宜了，三十块一面，他不用做事情，他只要把那个放一些图在上面啊，然后放一些什么这样就好了，很凉哎、欸。你长大要不要当排版？超凉，还是你现在就可以排，你现在让我排好了。他去澳洲了，就 working hard 对。你可以再帮我写两行，两行就好，好不好？我做事情非常的好 ，have a good comment， 有一个很好的，我可以命令人的感觉哦 ，command 就是很好的口碑。然后介系词是 of， 这个比较机车一点。最后一个是动词，动词，请问一下，硕士的英文叫什么 ？Master， 有听过吗 ？Master， 动词，精通于很擅长，很会做某事。它当名词是硕士或是大师哦。这个可以不用抄啦，吼，这额外的，硕士跟大师都可以。所以不是有一个饭店叫大师会馆在金站那里？它英文就是 master， 大师会馆 master。来姐，来姐，我们要进入二了。很无聊吗？很累吗？还好。我怕你觉得无聊了，这单字都是范围内的单字啊，真的是、欸，想办法记好不好？反正什么暑假也不考试，你是回家就把它丢掉了，还是妈妈说，哎、欸，晚吃饭吃饭啊，拿出来垫，很油有没有？拿出来垫，垫便当啦、啊，垫晚上的盐酥鸡啊，哈。来第二个这个字 contemporary， 这个 contemporary 帮我拆开来。找不到粉笔在这哦。你看哦，这个 temper 这样猜会比较好记哦。R A R Y 表形容词 ，tempo 是什么意思啊 ？Tempo 是节奏，给我一个 tempo， 有没有听过那个游戏？跟着身体的节奏，给我个 tempo。Count 是 all together， 全部都有跑在节奏上面，所以叫做当代的。你知道民生长安东路有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你有去看过吗？中山捷运站那边啊，当代艺术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当代可以加什么？当代的音乐啊 ，music 啊，当代的 literature， 当代的文学啊。当代的东西好不好 ？Contemporary。OK 吗？那再来，你帮我做一件事哦，就是那个 con 不要，直接变 temporary。请问这个字什么意思？有看过吗？一样 ，tempo 是节奏，节奏是不是拍一下就没有了？所以 temporary 叫暂时的，马上就结束嘛，所以叫暂时的。
高中真的是精华哎、欸，人生最漂亮的时间哎、欸，不是外在漂亮，就精彩啦，以你的精彩程度。因为大学啊，大家都跟笨蛋一样。有没有哥哥姐姐念大学的？他们就很废啊，睡到中午啊，然后下午才去上课，早上课又翘课啊，不是身材，而且又不聪明，然后考试的时候很常作弊啊。我看过一个最经典作弊，他买那个麦香奶茶，然后麦香奶茶背面贴那个他印出来的那个小抄，大学生，我快疯掉，蛋浆了。然后其实每个大学都会有影印部，高中没有，高中就是合作社，大学都有影印部，影印部通常都是某一个教授，假设你今天修这个教授的课，然后那教授他来讲义就放影印部，你就去那边给他20块就可以拿一套就是讲义，这样20-30块。但是呢，到考试的时候啊，影印部的阿姨非常聪明，你拿讲义过去给他，他就跟你说你要缩小几倍，真的不骗你哦，缩小20倍，缩小多少，然后都超小超小，然后这样，真的，大学生根本就是废渣啊，大家都作弊啊，超夸张的。然后我有个朋友，我这样都爆我朋友的料，我朋友是念政大地震，他现在是地震师，就是他考国家考试，地震师就是估价师啦。他就可能要跑一个这个原地，或者看一下这个大楼，进去看完之后就估这个大楼多少钱。然后他如果估得太夸张，他如果估太高，因为这么讲好了，你是财主，你是大财主，太平洋建设公司，我是估价师哦，我是估价师，然后你是银行，好，所以这个人太平洋建设，他要跟银行借钱或是贷款。他要看这个建筑物多少钱，对不对？那银行不会直接相信他，他的价钱一定是因为很高啊，他才可以贷很多钱啊。因为这个栋建筑如果值5亿，那他可以贷到哇超多钱；如果只值200万，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拜托我，我是公正的嘛，我是国家考试过了，我要去评估这钱多少钱，这个建筑物多少钱。那如果这个建筑物只值2000万，他却不估个5000万的话嘞，他会被抓走。欸对，他就是帮他骗你的钱嘛，他被抓，所以他每次估完都说我会被抓走啊，因为他很难写报告，通常他都要谎报，你不觉得这世界很黑暗吗？我听他讲，我都觉得好夸张哦。你知道我跟你讲好，我们会不会被抓走啊？我这样爆他的料，有个地方叫汤城，你知道吗？在新庄那里，新庄跟三重重新路五段，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地方呢？他就是评估那边的那个地下室，然后因为太平洋建设公司，就太平洋建设刚那间公司，他就是要。找人要一个找大卖场去买他们这边，然后他都要谎报哎、欸，因为他不谎报，那个委托他的公司过不去啊。你花了很贵啊，估价是很好赚，你花了很多钱请我，我竟然估了一个是你不要的价格，是不是？很惨，他每次估完都会跟我说，开始跟我抱怨，就说我真的觉得我被抓走，真的很惨很惨。然后怎么讲到他？对，我要讲是他大学时候都作弊啊。他不停地跟我分享他们系怎么作弊的这样，然后我听我觉得好夸张哦，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这对啊，难怪他现在被抓走哈，还没有被抓走了，还没有被抓走了。啊，第二个轻视的这个字有点难拼哦 ，contemptuous， 就是鄙视你、看不起你的意思啊。轻视的，那个 tempt 它有字根的意思哦，叫 try 试试看。有个是叫 temptation 啊 ，temptation 叫诱惑，让你尝试一下就叫诱惑嘛，要诱惑嘛 ，temptation。是这个字叫轻忽、轻视、鄙视。再来一个 contemplative， 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有 tempo 这样猜 ？ive 你会是形容词 ，tempo 就是那个 tempo 哎、欸，就是寺庙的意思。count 是 all together 全部。全部的人都待在寺庙里面，寺庙里面很安静，会让你想要干嘛？沉思。所以也是形容词哦，三个字长很像，沉思的，沉思的。我今天其实睡过头哎、欸，但我还是准时赶到。我家住在复兴南路，就是大安高工那边，就是很远的意思。
我平常搭捷运来这边大概要40-50分钟。你知道我今天睡到几点吗？我刚搭计程车来。你知道我睡到几点吗？我1:28-29刚好到这边门口，然后走进来这样。我没有迟到、哦，又搭计程车，搭了我350块，其实蛮便宜的吧，350。我觉得蛮便宜，我原本预估要5-6吧，要才350。啊，我要讲的是，我睡到1点整，而且还是蔡老师打给我。蔡老师打我说：“那个今天讲义的时候，我说我记啊。”然后一按掉电话，我就看，哇塞了，1点了这样。就起来刷牙、洗脸、穿衣服，所以我没有化妆，我素颜。穿完衣服拦计程车，1:10，所以从那边到这边竟然只要20分钟。他走快速道路啦，对啊，走高架桥，然后走快速道路的，竟然只要20分钟，好讶异哦。走中美啊。然后第二个单字，来第三个 ，substitute， 这蛮难念的哦，它叫 substitute， 好不好 ？substitute， 用谁替代？代替谁？用谁代替谁？取而代之的感觉。substitute， 第一音节 substitute。然后可以拆开来，你看哦，我们之前有教地下铁叫 subway， 对不对？所以是在大陆之下，对不对？所以 sub 是 under 的意思。然后比较讨人厌是那个 statue 是 stand 的意思，站在下面，就像 NBA 那种板凳球员啊，对不对？站在下面就随时要替补上去的意思，叫取而代之，代替。那旁边你要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如果我今天 I'm gonna substitute B， 这样好了，人名，请问一下，到底是用 B 代替 A 还是用 A 代替 B？蛮难的了，想一下，猜一下，介系词的差异。如果我画等号，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猜喽。I'm gonna replace A。With B 啊 ，replace 你会国中的，所以是用谁取代谁？还是不知道？来用 A 代替 B 的举手，用 B 代替 A 的举手，都哎，好，有人举手了，非常好啊！用 B 取而代之，代替 A， 所以呢？做一件事情哦，你把 with 画起来写一个用，你把 for 画起来写一个为了，就是为了 A 嘛，不管 A 是受伤或是 A 打球打得很烂，总之就是为了 A 不行，我们要换它，把它换掉，所以是用另外一个来换掉它。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哪一国料理居多啊？你们跟洪浩老师熟吗？为什么想到他就会笑？他好像很喜欢吃那个日本料理，很喜欢吃生鱼片。因为有一次，我跟他还有蔡老师，我们三个因为要就是反弹公司，就是要去南部，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搭高铁，然后快来不及，12点整高铁快来不及，他在最后一刻终于赶到，然后带了三个便当，三个便当是那个就是生鱼片的便当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哎，怎么会这样？他就说那个他特地去买的，就是就算赶不及，他也要吃生鱼片便当这样。你们喜欢吃生鱼片吗？不喜欢，不敢吃，没吃过。那、啊、你们都吃？你们喜欢吃什么？泰国泰式料理？什么什么吃什么？哦，你吃素哦？真假的？那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肉喽？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女生。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去吃那个路边不是那种肉酱面，意大利肉酱面，就是牛排那种铁板面肉酱面。他想说，我点个肉酱面应该还好吧，因为他觉得是肉酱面那种，应该不会怎么样。他当场吃觉得很恶心，之外回家开始吐、欸，很夸张哎！你会这样吗？你有不小心吃到肉过吗？这辈子都还没有过。我等一下得去麦当劳，我们对面有家麦当劳。你觉得怎么样？那你有闻过肉的味道是不是就恶心啊？会啊啊！哦、啊，现在不会恶心，还是会，不要闻就好，还是会。因为我朋友也是哎、欸，我们就三个女生吃下午茶，然后下午茶有是有肉的，你知道那种，就是一个小汉堡那么小的汉堡，有肉那种，然后他就一直觉得很恶心，就闻到那味道，这样、欸，真的假的、啊？我很讶异啦，对吧、啊？啊，而且我朋友很妙，我朋友说他打从娘胎就没有吃的肉了。因为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吃素了，超夸张的耶！对啊，你们家也是吗？你哦，天哪，我讶异，我好讶异哦。可是吃素对身体很好哎，而且吃素，你知道英文叫什么？素食主义者 （vegetarian）， 你知道吗？这个是 vegetarian，I N 九也表人，那前面是 vegetable， 也是 vegetarian， 好，叫做素食主义者。那因为他很红之后嘞，我们都这样讲 ，go vegan。Vegan， 因为 an 结尾可以算人，这个是比较新式用法。这三四年，外国人会直接讲，不讲 vegetarian 太长，直接讲 vegan， 就像缩写吼 ，go vegan， 是素食，我们要吃素，这样素食主义就直接用 vegan 这个字啊，蛮新的英文，讲给你听。那第二个字叫学院 ，institute， 第音节。然后 statue 一样是站，这个字 in 是里面，站在里面。古代的学院啊，没有位置，大家都站在那边听演讲。学院就是大学的意思啊，古代的大学，大家都一群人在那边听演讲，听 lecture， 听演讲。天母有一家白毫素食还蛮好吃的、啊，念长汁。哦，那你都吃哪里素食？北投哪里的素食？我们就自己煮。对啊，我现在想北投好像没什么素食。我北投人，我小时候住北投，住到大学。脑子是空的吗？那个现在是溜冰场，以前那边是臭水沟哎、欸。你知道在讲哪里吗？就是市场旁边不是有个溜冰场？那以前是臭水沟哎、欸。北投市场啊，旁边不是有个溜冰场？就是达美乐后面那里啊，摩斯汉堡达美乐后面。对啊，那以前就是很臭的臭水沟，没有人要靠近。然后后来把上面就是铺成那个溜冰场。还有什么？我再讲给你听。勾炸进京的代际。以前那个市场那边有个女生，有个疯子叫阿露雅。北投市场，我小时候的时候，她就是差不多二三十岁，然后她就是脸都会画京剧的脸，然后都会戴京剧的那个头发，然后就站在那边一直发疯。她叫阿露雅，真的啦，你回去问你妈，我发誓我没有骗人。然后我小时候，我妈都叫我不要靠近她。小时候去市场玩什么的，我妈说不要靠近她，是阿露雅，她是疯子这样。她好像被男生抛弃之后就疯掉，然后每天把自己画，因为她好像是唱歌仔戏之类，她每天把自己脸画成那样，然后在那边发疯。但是我差不多到国高中之后就没看到他，可能不知道到哪去了，对吧、啊？还有什么来古？我想一下，我再帮你想一下北投古早以前的事情哦。小时候住这啊，我小时候住在公馆路，你知道吗？公馆路，我念清江国小，好吧，听过吧？清江国小是一个很偏僻。我小学的时候，清江国小还有七个班级，结果我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只剩六个班级，现在搞不好都已经整个学校灭校了，这样。人超少，我小学一个班才二十几个人吧，真的是乡下小学啊。哦，我们学校足球很强。对对对。
好开心哦。好了 ，A 四就讲完，下一个这是 concert， 这个字是打星星蛮重要喽。constitute 这个字啊，学测考过。constitute 这个字上面写组成，因为呢 ，stand 也是站，你应该很熟了。con 是 all together， 你学字跟学这么久，全部站在一起，这是站在一个原子、分子、质子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元素啊，是不是通通都站在一起啊？这个字叫组成。然后你又要抄很长的一篇东西哦。成品假设是 wine 好了，红酒 wine is 由什么做成？我们讲 made 这国中的哦 ，made up of 加成分加分子 ，made up of water and grapes， 对不对？加分子，所以 be made up 就由什么组成？一样，我们之前有学 post 对不对 ？compost 也是 of， 所以是组成啊。那它就等于今天的用法，主动哦。你看哦 ，const。Constitute， 直接组成就好。Constitute， 然后还没有完，还可以继续画等号，所以你要留一点空间哦。哎，真的啦，我没办法喝五十兰，你们想喝什么？打电话订啊。你们有电话吗？没关系，我等一下打，我等一下打手机 Google 一下。你们要喝什么？你已经有饮料，不能喝。没有，看一下，可以啊，可以啊。想喝什么？真的，我刚都搭350块计程车来了，今天就让我破财一下吧。哪个比较贵？没有啊，贵的都没有开，你不知道吗？贵的都没有卖，今天只卖便宜的。现在便宜啊！赶快，你们想喝什么？我请你们啊，一二三四五六，才六个人。没有50块的东西啊？没有啊。拜托，等一下是我打电话，我最好是会帮你订贵的。波霸奶绿、多多绿，赶快！你要喝什么？讲句话！我现在要订了，现在订，等一下可以才可以喝。什么？冰淇淋红茶好啊，要几杯？冰淇淋红茶几杯？要喝冰淇淋红茶举手。两位，你呢？三位，你呢？不要。你们两个也不要，前面两位要冰淇淋红茶吗？还是你要喝别的？你要什么？哈？有三个啦，然后还有什么饮料？你要喝奶茶吗？奶绿奶茶？你要这个四位？你要喝什么？多多绿，好啊。多多绿一杯，你嘞？那他你，你不想？你今天不想喝？要帮红浩买吗？红浩今天好像有课，要买一份吗？好像有，他好像今天会来啊。他跟蔡老师吧，对啊。好，还有什么好喝的？我也不知道啊。等一下来订哈，这先抄在旁边。哦，你不用抄，我抄，先写旁边。好没？好了，往下哦。我刚跟你说还要继续写，你会觉得很烦哦，因为还有组成。来，这边还可以说呢。你说 be made up, be composed 之外，有一个字长成这样、哦、，consist。然后 consist 这个人要加介系词，要加介系词叫 consist of。还有个是 comprise 跟 constitute 一样，就不用介系词。然后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consist 这个字很机车，你不要翻译成有什么组成，你翻译成包含。所以成品包含什么分子嘛，是不是比较好记？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说 consist 这个字你背由点点点组成。不好哎、欸，因为你背完之后，你说由点点点组成，你就会把它用成一个被动的用法 ，be consisted of 就错了，它没有被动，它主动，它主动。最后一个好不好 ？comprise 这个字啊，主动被动用法一模一样 ，be comprised of。
那就完整喽。冰淇淋红茶4杯，多多绿茶1杯，擦掉。所以第三个 OK 哈。来得及吗？还可以哦。我以前在留意英文上课，好，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她今年30，女生，她在那边待了差不多3-4年，她离开了之后啊，她现在在一个那个张荣发基金会，你知道吗？张荣发就是那个绿，她很绿啊，那叫什么东西？想不起来，长荣的基金会上班。然后那个基金会叫国策顾问，国策会。我跟你讲有多么的瞎，因为我昨天跟他见面，他说了他们的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要把政府给他们的经费全部花完。然后我说哈，那要怎么花？他说就是办一些 seminar， 叫做研讨会，办研讨会。他说研讨会根本就没有人要来。对，然后说请谁来？他说找亲朋好友来，然后已经来到没有人要来了。他研讨会跟什么相关？他说不知道，随便，就是你要去找个教授写一篇文章，然后一个月大概办一次，这样就是为了办那个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给他们经费花完。世界上有人在进行这件事情哎、欸！我说你做这行业做多久？他说1年。我昨天跟他吃饭，我跟他说你要不要换工作啊？我的想法是，这个工作不仅没有让你增加工作经验，而且对这个社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啊。瞎透了、欸！我昨天跟他吃完饭，我整个就快昏倒哎、欸！我刚说你要不要回补习班？对，你可以看你要做什么事这样，我帮你介绍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这世界有这件事哎、欸，不觉得很夸张吗？来，这个字帮我画起来。你看 ，I N 结尾终于在前音节 recession 这个字你要会哦，蛮难的。好、哦，它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字。I O N 结尾表名词 ，I O N 结尾表名词，然后 say 这个字根叫 go， 叫走的意思。re 是往前还往后？往后，所以往后走，它上面是不是写不景气、大萧条、经济不景气、经济大萧条 ？recession。那不景气除了它之外，你可以画等号，有一个字叫 decline。decline 也是不景气哦。有一个字叫 depression。也是不景气。看到 decline 啊 ，depression 啦，还有一句话等号。downturn 这个字也是不景气。好不好？那帮我做一件事 ，decline 重写一遍。decline 可以当动词，叫做拒绝。然后你看哦，我们国中被骗语的时候，拒绝叫 turn 什么 ？turn down 是不是跟刚刚 downturn 很像？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我、哦、去研讨会可以吃一个便当，然后我说那你应该养一群游民，然后没事就去那边听，然后就可以吃便当。他说不行，每次来的人，因为每次主题不一样，如果每次来的人都一样的话、啊、他们偶尔政府人员会派人来监督，被发现就是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这样。然后讲到这边，他就说你下个礼老师你下个礼拜五有空吗？就问我可以帮你造人道，他说你可以带你的学生来，我说我不要，礼拜五早上你们想要吃吗？吃便当，我说我不要，太夸张了啦，真的是太夸张了。而且他要30嘞，他这30岁，然后他还不知道自己人生在干嘛。我跟你讲，没有人自甘堕落，人就是往上走，你现在也是，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跟时间赛跑、欸、你知道房价只会越来越高，房价没有在跌的，什么意思？你要跟时间赛跑，你早一点赚到钱，早一点投资，早一点，你的人生是超美好的、欸、
你怎么到四五十岁还在开健车？我爸，就是你知道你要努力耶，人只有往上走，没有那边自甘堕落浪费人生的啦。你现在就觉得没关系啊，我就乱读书，随便念念就好。错哎，人生苦短啊，对不对？你现在年轻年纪轻，什么都可以说，就是要有竞争心，往上跑啊！我搞不懂那个三十岁还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在干嘛。来 ，cessation 一样 ，ion 是名词 ，cease 是 go，c 什么意思啊 ？c 很机车 ，c 是耳位，走得远远的，这个字叫做脱离行列 ，cessation。因为耳位嘛是圆圆啊，走得很远 ，cessation。那再来，这个字是 procession。says 一样是 go， 一样是走。pro pro 是往前走 ，forward 的意思。你看那个 p 肚子大大的感觉，走走走往前走 ，procession 叫行列。我们往前走，一群人排排站好往前走 ，procession， 蛮简单的吧？很多单字哦。你有听过 M 型社会吧？什么意思啊？以前的社会长这样啊，就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真正很穷的人也很少，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吃不饱饿不死。你说地堡住不起，一平院买不起，但是一般的小房子买得起。以前的社会哦，现在社会叫 M 型是怎么样？有钱的好多、哦，有穷死的人，穷超穷。游民也好多，中间的人反而很少。现在社会是这样，早就这样咯。到你们的年代也是啊，你要往这边走还是往这边走？我没差，我已经长大了，我有一技之长，我饿不死了。等我长大是你们的孩子啊，想个方法、啊。人一定是往高处走，没有人自甘堕落，除非你今天遇到什么变故，你突然得了癌症就把钱全部花掉这样，除非啦齁，不然人真的就是向上的。没有人在那边，我就是写我的志愿就是卖槟榔，我长大就是要穿很少去卖槟榔。没有啦，我志愿就是当游民，我最喜欢很臭，然后头发都不洗，然后跟人家要饭吃。不可能，游民为什么是游民？不得已啊，他怎么不得已？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嘛，对不对？英文课不来嘛？我开玩笑哈。第五个是 attract， 这个字理论上你看过。Attract 那个 I 又来了，很烦。Attract 这个字可以猜，帮我这样子猜 ，T R A C T 这样子猜。来 ，tra 这个字叫做 draw，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是 draw？ 为什么是 draw？ 来 ，A T 开头给你的概念叫 to， 凡是 A 开头、A C A K A 什么开头，只要 A 开头都是 to， 去干嘛他？他玩的，你想说老师 draw 是什么意思啊？抽屉的英文怎么讲？哎，你会，你好棒哦！你很强啊，叫捉耳。哦，卧虎藏龙怎么办？坐是拉的意思 ，er 结尾是东西，不一定是人，所以坐是拉，去拉你就是吸引啊，不是吗？画等号，吸引直接写这个字 OK 哦，坐。所以坐除了画画叫坐 ，draw a picture 之外，它叫拉，叫吸引。吸引有一个字叫 appeal。Appeal 接近词是 to appeal to， 吸引加 fascinate， 三个字放在一起哦。我家住在从小住到大学的是台北市北投区公馆路二五七巷二弄十二号一楼，是那个那边有个全家，你知道吗？顶好过去清江国小再过去有个全家，对，全家弯进去那边，我们家住那边住了哇二十来年，不是买的是租的。我爸就在那个地方，我刚讲的那个地址，二五巷二弄十二号一楼，开一家水电行，上大水电行。这个事我只能在这边跟你讲，因为我到别的地方讲，没人知道在讲什么。在北投，没有人找他修水电，你有听过吗？没有吧？对啊，因为后来也拆掉了。我们家经济一直不是很好。我小时候，我念清江国小的时候，我妈在清江国小对面有一个那个大水沟旁边的店面卖吃的，那条街都卖吃的。她开一家面店，对我小时候是卖面的，卖牛肉面的。我小时候补那个何家人美语，就在市场那边的何家人，
的补那个，然后小朋友看到我就说啊，是那个卖牛肉面的女儿。怎样？我爸不偷不抢这样哈啊！我小时候就这个性，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在讲啊，你讲啊，就这种很贱啊，我很凶。对，小时候就很凶，可是我成绩还蛮好的，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人，有没有？就是平常在老师面前啊，很棒，老师点我，我会，我会这题我会，然后戴眼镜我会，然后私下要耍流氓，怎么样？我跟男生打架，我直接打架那种，没在怕。因为打架，你只要有个关键抓住，你就不会输。不要怕痛。真的，因为你只要一碰，开始哭就输了，你就不要哭，不要怕痛。你说什么？哎呦，哇！我都想起来，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跟我一起坐在同一个坐旁边的一个男生叫施信佑，他爸是警察，他后来搬到台中的。我怎么都想起来，他就一直骂脏话，那那那一直骂一直骂，然后我说你说什么？那两个还打，然后我妈都很头痛，因为我妈就是她要卖面啊，我们家是因为我爸比较游手好闲一点，然后我妈就是很忙。然后还要处理我的事，这样。对，讲完了，还想知道什么可以讲给你。小时候过得没有很好了，怎么聊到这啊？吼，来北投，跟我回北投蛮开心的，对啊，相当开心。好久没有回来了。哎，下一个字啊，上面有写嘛？它叫分心，对不对？你帮我这样填哦，叫 detract。所以今天教的东西很像词变，对不对？就是好几个词长得很像，然后他们共享同一个字根，然后跟你解析变异一下哦。所以今天这本讲义很重要，你要留着哦，很好用，以后都是高一的单字。第一叫分开来 ，apart 分开来，所以分开来的 tract 分开来拉，左边这个女生拉你一下，右边那个男生拉你一下，它叫分心。可是啊，有一个也很常用，叫 distract。同义字哦，完全一模一样同义字。Dis 也是 away 也是 apart 分开的意思。away apart。你知道2008年奥运的时候啊，体操选手就是那个转圈圈那个体操选手，他破了世界纪录。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记者就问他说：“哎，你是什么秘诀可以就是破纪录的？”他就说：“我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多坚持了一秒钟。就是我在那边翻圈，觉得不行，我要放手，我要放手的时候，我多坚持一秒钟。所以你每天回家多坚持一秒钟，多背一个单字，多算一题数学。你快放弃的时候再坚持下去，你就赢了。因为你知道人类的智商差不了多少啊。你除非今天你是12岁就念完哈佛博士那种人，就真的是智商180那种，否则人类的智商就差不多在100左右，100上下。”被拉住了。你知道这件事吗？你笨，笨到哪里去？聪明也聪明不了多少，除非你现在就已经什么博士生了嘛，那种超聪明那种。不然我们的智商差不多，那为什么路途差这么多啊？为什么赚的钱差这么多？为什么会 M 型化社会啊？你不努力而已嘛？有没有坚持下去啊？你坚持下去就是你的、欸。不然我跟我爸一样啊，我跟我妈一样开面店就好啦。我收拾碗筷超快的、欸，对啊，我又知道牛肉面的秘方。我跟我爸一样开健身车就好啦，努力啊。没有人就是希望一辈子这样的，好吗？来 subtract 这个字啊 ，track 一样是拉 ，sub 刚刚有教叫 under， 因为 sub 尾嘛，讲两万次了，是 under 的意思。那往下拉，从下面抽掉，你有玩过叠叠乐？就是有一个游戏嘛，叠叠乐从下面抽掉是减法的意思，减法的意思。好吗 ？Subtract。然后你在旁边抄一个句子哦。To subtracted 介系词竟然是 from 哦 ，from five leaves three。中文怎么翻？5-2=3，5-2=3。
这两个比较机车 from。来得及吗？哎，现在几点啊？没有人有手表。你的手机壳好可爱啊，是懒懒熊。2:40，我是1:30上到4:00，所以中堂是多久啊？我算不出来，1.5小时，上2.5小时，1小时就15分钟，加15，2:40，哎，可以下课嘞。那我们教完6再下课，你觉得怎么样？来 efficient 这个字，帮我把 FIC 画起来。这个字念 efficient， 这样子猜，这样子猜哦。INT 结尾是形容词，不要理它。FIC 啊，新的字根叫做 do， 叫做做。EF 等于谁，你知道吗？它等于 EX， 就是那个小绿人哎，就是 out 的意思。来做做做，做到外面来。Do out， 做到外面来叫做有效率的，做事情做得很出名嘛，里里外外都做好了，有效率的。旁边抄这个哦 ，effective， 他们两个字一定要一起记。effect 叫做效用、效果、作用、效用、效果、作用，这个字形容词叫做有效果的。你中文好不好啊？什么叫效果？什么叫效率啊？效率是做事情做很快，但不见得好；效果是事情做得很好，但不见得快。Efficient, efficient。黑板蛮好擦的。Sufficient。哎，说真的，其实我小时候蛮自卑的，是因为自卑才跟人家打架。你说什么？什么牛肉面你啊？然后开始跟人家打架。小时候是这样，就是因为就觉得，对啊。然后我记得小时候要填那个家长父母亲的职业的时候，然后我就拿回家问爸妈说：“哎，要填什么、啊？”我妈竟然跟我说：“你写自由业。”因为我爸就是没工作，没工作写自由业，再跟你讲一个很猛的，我们家不用缴税。你知道怎么样状况叫不用缴税吗？一年收入低于19万不用缴税。我吓到，我吓到，傻眼，我超傻眼呐、啊！我只知道我们家一直不需要缴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到差不多大学要开始缴税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就在没跟家里拿钱，我就自己赚这样。然后因为其实补习班蛮好赚的，但就是我开始赚钱之后，因为只要你有收入，国税局就会查你，你就要开始缴税，不管你几岁哦。因为台湾是16岁以上可以工作，啊，你有那个收入，薪资转的收入，他就会开始查。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了解说，哦，原来我家，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可能就是中产，就是小。平不没有到平，就是小康这样。哦，不是小康，是穷困。长大才渐渐了解这些事。好吧 ，INT 结尾是形容词 ，FIC 一样是 do。你知道 SUF 等于谁吗 ？SUB 等于 under。在下面做什么意思啊？代表我有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哦，我十足十，上面做得很好，下面也做得很棒，足够的。想到足够，直接写等义字嘛，叫 enough。Enough， 足够的。来，最后一个教完就让你下课。这个字 deficient 一样，你要写到手烂掉，有没有？就很熟很熟很熟，手很痛。D E 是 away， 刚刚学过了。F I C 是 do， 分开来做，做分开。你做一点，我也做一点，事情做的并不完全，叫不足的。然后这个字，其实你早就认识它了。就像艾滋叫做什么 ？AIDS 嘛，对啊，艾滋啊，你知道那个 D 就是它 ，D 就是它。那 A 是什么？哎，艾滋的中文叫什么 ？T
对对对对对，来，我跟你讲哦，艾滋你是天生就有嘛，没有，是后来嘛，你自己做一些事情才会得到嘛，哈，捐血啦之类的哈，它叫 acquired。来 ，acquire 到这边啊，叫做获得、得到、获得，然后中文翻译成后天的。I 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免疫 ，immune， 免疫系统、免疫力。因为艾滋可怕的地方是啊，你得了艾滋，你现在已经艾滋成阳性反应，你得了嘛，对不对？可是啊，你可以活下去、欸，所以艾滋病人得了可以得活二十年那种有没有？只是你不能并发其他的病，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得艾滋，结果我又得了一个糖尿病之类，我得了一个什么病，我没办法好，好不起来，因为它破坏的是你的免疫系统，就是一旦你生病了，你好不起来，你没有免疫力，很可怕哎、欸。好 ，acquired immune， 第一是这个字 deficiency， 名词哦 ，deficiency 就是不足，后天免疫不足。Syndrome， 加症候群，后天免疫不足症候群，很惨哎、欸，我没有认识了，但是我有认识一个补习班的主任的表哥，他呢台中人，很喜欢进金钱豹，你知道金钱豹吗？就是一个酒店，对，他很喜欢金钱豹，然后他那时候交往的女生，就交往的女朋友是那个，就是是酒店妹啊。后来他们双双两个都得艾滋，30几岁就死掉了。那是朋友的朋友啦，我自己的朋友还没有。讲这么多就是不要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这是基本，你知道吗？我们人作为人，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要健健康康活到老，才对得起你父母。接着往上就是你要力争上游，没有人自甘堕落的，就是力争上游哈。讲那么多，哎、欸，谁要陪我去买五十兰？我觉得叫外送太慢了，我们喝不到。我现在口好渴，谁要陪我去买？要帮我提啊！6、1、2、3、4、5、6、7个很重哎、欸。猜拳输的朋友赶快，不行，我要赢的，赢的朋友你们三个，男生女生不用提，很热，你不准喝。你们再猜拳，赢的赢的朋友赶快，对，赢的，哎、欸，作弊。
哎、欸，可以上课吗？我们往后翻到第四页好不好？你看第四页剩三个组，三组上完之后就有题目可以做了，开心吗？一点都不开心。第四页的第七个，这个字叫 comprehend。你现在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这个字有点意思、欸。
你国中在做音听的时候，不是叫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哎，对，就这个字，然后它是它的名词。可是这个字呢，现在变成动词的长相长这样，叫 comprehend。所以帮我把 prehend 画起来，然后这样拆开来 prehend 哦 ，prehend 动词它叫做 seize 的意思。那首先 seize 这个字你也不会，它叫抓，抓紧的抓。那 come 是 all together， 全部都抓到了。外国人讲说，哎，我懂了 ，I got it， 对不对？我懂了，他们会说 I got it， got 就是抓到的意思。所以在外国人大脑里面，抓到就是了解， seize 抓到就是了解，全部都抓到就是全部都了解。那你的了解直接画等号，第一个是国中单词叫 realize， 对不对？第二个了解是国中的叫 under， 对啊，这个太简单 understand， 所以有简单有难哦。往下再难一点点，有一个了解叫做 catch on。所以你看，是不是都是抓到的感觉？外国人的脑子里抓到就是了解。外面超热哎，外面热到觉得快蒸发了。真是，我们刚走在路上觉得天哪，这真的太热了。就是猜拳猜输，真的太惨了，这样。很惨啊，外面真的是好晒哦，而且一路走到五十岚那边又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一屋檐。来，这样再看 apprehend 一样是抓，然后今天有说 a t a k a c a 开头都叫做什么 ？to 记得吗 ？to 去抓，所以我要去抓它 apprehend 很妙，它叫逮捕。你有没有看那种 CSI 那种美国的影集啊？美国的电影逮捕都是这个字 apprehend，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叫 you are under 什么 arrest， 很好，所以 arrest 这个字可动词可名词都叫逮捕。那再来抓，我们今天有教一个单字叫 seize， 对不对？抓住它，逮捕它。还有一个字的是高音单字叫 capture， 它在高一课本里面出现的时候叫做俘虏，因为这个字也是可动词可名词 capture， 俘虏。apprehend， 哈，最后一个叫 reprehend。所以一样 ，prehend 在这 ，re 呢 ？reprehend 的 re 是什么意思啊 ？prehend 一样是抓嘛 ，re 是 back， 抓到你，把你往后丢，回家再骂你，这个字叫责备。上面有写中文给你，对不对？责备 ，reprehend 责备。哦，等号，骂你这个字 ，condemn 也是，他不是骂脏话那个 damn， 脏话的 damn 是这样。就是 mother 有没有 damn 这个字 ，condemn 不是 condemn 是责备，你不是常看外国人骂人吗？用这个吗？是脏话，脏话马上抄有没有？责备还有一个叫 scold， 还有一个字叫 blame 也是可动词可名词。都跟 prehend 有关哦，所以学了好多字根。prehend 叫抓，对不对？第八也是一个重要单字哦，第八组。我们这边冷气都调几度啊？26。你觉得这个温度是多少啊？26吧，差不多吧。你用17 ，How come？ 23哦，这样是23，这样不是啊，这样是26的感觉吧。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我觉得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了。那你在家要调几度？六，26，吓死我！你在家调几度？17，27，怎么可能？27你就不用开啦。哦，对了，还真。27、26吧，26比较合理吧。你开几度？20，爸妈不在家吧？啊，在家你开几度？哦，15会死人啊！15那个，因为如果你开的度数是室温达不到的话，那个冷气它就会一直 sense 到，它一直感应到这个室温没有，所以它就会一直开，那个引擎就会一直运转，一直运转，到最后你家冷气就会坏掉。
所以你要开一个它其实是达得到的温度，就像是冰箱里面不可以放热的食物，不是说食物会坏掉哦，是说冰箱里面如果放热的食物，那个它的那个引擎会一直运转，因为一样它一直感温，因为你可能冰箱设定是零度或是四度或是几度，对不对？你设了一个度数，然后它一直 sense 到那个食物是热的，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加强马力去感化这个食物，但最后冰箱就会坏掉。怎么攻击一波吼？来第八个，这个字我刚刚说很重要哎，很常见 ，inspire， 然后做一件事情，帮我把 spire 对 spire 画起来，然后拆开来 ，spire 这个字很机车，它是 breath 是名词 ，breathe 是动词，看你要写有没有加一的动词或名词都可以。总之它是呼吸 ，in 是里面，所以呼吸到里面这个字很妙哦，呼吸到里面叫激励，激励人心。激励你的意思哦，然后你知不知道孙芸芸？知道吧？孙芸芸她代言一个牌子的那个冰箱，日立啊，日立冷气、日立冰箱，那个日立叫 Hitachi， 日本的牌子嘛 ，Hitachi。然后 Hitachi 就有一个 slogan， 什么叫 slogan？ 麦当劳的 slogan 叫做哒啦哒哒哒 ，bili bili bili，I'm loving it， 不是吗？叫标语啊。还是麦当劳的斯维尼，啊，标语。那你小时候都不能吃麦当劳，有没有很痛苦？不会，也好了，这样就不会胖。麦当劳容易胖哈。所以人家标语，那它的标语叫做 Inspire， 什么 ？The next。标语这个，你觉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鼓励下一个？鼓励的力好像有这个哈。对啊。激励、鼓励，完全没有声音。The next 是下一个啊，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卓别林。卓别林就是那个演默剧的，两撇胡子、脸很白的那个人，戴高帽子、黑色，然后穿西装，然后拿一个拐杖。反正他是一个人，然后他在默剧里面不会讲话，因为这是默剧，在里面就是搞笑。可是他私下是一个会讲话的人啊，所以记者就问他说：“哎，卓别林先生，就 Chaplin 这样，那你这样，你演那么多好笑的电影啊、默剧嘛，你什么《劳莱与哈台》哦？”反正就搞笑片了，那你觉得哪一部最成功？他就说 ，The next， 下一部永远是最成功的。他的意思说他会越来越好。那个日立冷气的 slogan Inspire the next 也是在讲这件事，就是我们家的产品永远不会是最好的，所以现在不要买，不是现在要买，就是说会日新月异，越来越好。Inspire the next 会激励有下一个产品会出来会更好，意思说我们家的品牌是日新月异，不停的进步的意思。那 inspire 是这一个、哦，那你再看下一个字叫 expire， 仔细看谁不见了？你看啊 ，s 不见了嘛，对不对 ？expire， 那是因为啊 ，x 这个字 ，x 等于 x 加 s， 什么意思啊？就这个 x 的死把 s 给吃掉了，所以 s 一样是呼吸。来 ，ex 往内往外。往外嘛，呼吸到外面去，这个字两个意思，一吸满就是倒吸，二呼气就是把气给吐出去。那这个字比较常看到的长相啊，是这样 ，exp 一点，有没有看过 ？exp 一点就是到期日，所以那个罐头上面就会打 exp， 然后就会打时间，什么2014、2015啊，09、01好了，9月1号到期会这样写 ，exp 就是到期日的意思哦。然后第三个字其实啊，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们多大哎，没关系，先跟你讲，这个字 respire， 一样有呼吸在这里。Re 是 again 再一次，请问你把那个呼气吐出来，是不是要再吸回去？所以 respire 这个字真的就叫呼吸哦，这就叫呼吸哦。那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病之前很蔓延，
因为果子狸，因为那个大陆人吃果子狸啊 ，SARS， 对啊，那个时候你们多大？小学还没？幼稚园？啊？幼稚园、小学？十年前哦，2002是？我不知道啊，我算一下啊。不是有九年前、十年前哦，2002哦，2002、2003哦。那你们在干嘛？幼稚园，包尿布，在掀隔壁女生的裙子，在干嘛？小学还没，幼稚园啊，差不多。那你有印象这件事吗？有吧，要戴口罩啊。哎、欸，那个时候不夸张，台北捷运啊，每个人要戴口罩，你进捷运就要戴口罩。然后不夸张，每个人都随随便戴口罩，因为大家怕被传染。然后那时候台北市的房价创新低，因为没有人敢出门去看房子，真的不骗你哎。然后上学一样要上学，然后一样大人大家要戴口罩。然后那时候就有规定老师们要戴口罩，那老师不戴口罩就全班都戴口罩，大家都怕得不得了。就那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莫名其妙是附带非常好的效应，就是都没有人的感冒，就是感冒的那个非常低。对，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戴口罩啊。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你可以回家问你爸妈，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来，赶快 ，SARS 那个 S 是，它叫 severe， 严重的。这个嘞是 acute， 急性的。SARS 的中文叫什么？非典型，对不对？非典。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吧，是不是？就这个字啊，啊就是他刚刚呼吸那个字 ，respiratory， 变形容词的感觉哦，叫做呼吸道，呼吸的。然后 sing 是刚刚一样 ，syndrome， 那第九个群组啊，我们之前叫 POST 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啊？不是有讲说你只要换一个东西，后面都可以换吗？然后上也是一整个群组可以画图的哦。等你一下，慢慢来。
就是很不像真法，可是它真的是真法啊。要剪掉吗？还是就染黑一点点染深一点？而且比较奇怪的是，因为我眉毛还是黑的啊。然后我昨天有化妆的，就是我平常上课还是会化一下妆，除非来不及。然后就很怪，因为那个因为化妆眼线什么还是黑的啊。然后就是很就很奇怪的，而且我好容易流汗，你看都是汗，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这不是我弄红的，哎，不夸张，我刚染完第一天晚上去吃饭啊，然后很热，去吃烧肉很热，然后那个卫生纸一擦，汗是红的，因为他刚染完那个染剂，然后就好像妖怪，我怎么办？哎，来第九个，跟你讲 ，sign 这个字啊，它是可以画图的哦，所以我先帮你画图，因为我觉得画图啊比较好记。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万事起头难，我们学了 pose 之后，其他字会比较容易学，是一样道理哦。它是长这样 ：sin、assign、cosine、design、resign， 那可以画图的。所以就是你照填，帮我填进去好不好？sign 这个字签名没问题，所以你看 ，assign 长这样。哎，我的笔，我这辈子在寻找我的橘色粉笔，还真的找不到，因为它会卡在缝缝里面。OK， 在这，这样子哦。然后 sign 一样是签名，就是 write 的意思嘛，写的意思。as， 来问你，今天有讲好多遍哦 ，a 开头都是什么 ？to 的意思啊。是 to 的意思哦，所以去签名 assign 叫做指派，我叫你去签名嘛，叫你去负责嘛，指派。sign assign consign consign， 所以 sign 一样是签名 ，con 是 all together， 我们两个一起签名，它叫委托，你签我也要签，对，中文不用填，上面有了。右边两个 design 跟 resign， 来，你看哦，它一样是签，我就不写了。D 是 down 的意思。sign down 签下来 ，design 这个字啊，是因为以前啊，古代的人画完一出画之后，都会在哪边签名？下面，我是毕卡索，我就写 Pablo Picasso， 在这边签名，所以这个字叫设计。我把这幅画给画好，设计好了。哎，不，我真的看过毕卡索的真迹，在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后我去的时候，我非常讶异的一件事情，请问啊，如果你今天到故宫，你看那个翠玉白菜，你看那个东坡肉，你看那些东西，是不是都会隔着那个玻璃看？不可能直接让你看到摸得到，对不对？大都会博物馆不是哎，它是真机哦，因为它就是纽约市嘛，它就是它不可能放假在那边，它不可能放个赝品，它没有那个哎玻璃哎，我好讶异哦，还是我那个我来自于蛮邦番邦了吗？我超讶异，我就去那边，然后。就是，但是没有人摸，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一摸，警卫就会跑出来吧。他们都很守规矩，没有人摸。那对，搞不好有，搞不好是真的红外线，不一定啊。你觉得嘞？说不定你一靠近就哒哒哒，也是有可能啊。因为美国那么高科技这样。然后我只是讶异于为什么没有啊？对，然后我就想到，那如果今天这个疯子就往上面泼什么东西嘞？还是有疯子他就拦住你不让你进去？然后那个他们的买的票啊，是买一个那个。别针就是这么小，买票你就给钱嘛，很便宜吧，忘记了，十几二十块吧，那就给你一个那个别针，然后你就可以别在上面，代表你有付钱可以进来参观。好大、哦，我早上九点进去逛到下午四点没逛完，太累就觉得我快要死掉在里面，太累，因为太大逛不完，然后最后还是出来了。可是我看到那个毕卡索的画，还真的看不懂，对啊哈哈看不懂这样。然后有看到一些那个中国的文物哎，佛的头。久违了故人，不是有一课在讲这个蒋勋啊，年代不一样，你们看的又不一样。我那个年代部编版啊，国立殡仪馆编的、啊，
国立殡仪馆边的啦，有一颗叫久违吧故人，久违的故人还是什么啊？不管了，反正就在讲佛像的事啊。没想到那个对啊，竟然还真看到。来 re 是什么意思啊 ？re 是 again。你到公司报到的时候要签第一次名，你什么时候要签第二次名 ？again 嘛，离职的时候，它叫离职，叫辞职。来，除此之外，你帮我做一件事哦。你看哦，左边我念 assign，consign， 右边我念 design，resign， 你觉得差在哪？差在那个 s 啊。你看那个死这个嗯，是不是都不是有声子音？它不是有声的哦，它是是轻的嘛。所以这边的死发这个音 s， 你要蓝色还是绿色？选一个，蓝色还是绿色？红色哦，不行啊，中间有红色啦，蓝色还绿色，赶快。紫色哦，这个吗？我怎么知道？这个哎，一样啊，这颜色画出来一样啊。糊弄人的哈、哦。来，这个 S， 你看啊，现在是不是 E re 跟 re 都是 E 有声，所以这个时候右边的死念 z z， 念看好不好？先念左边 assign， 哎，很好 ，consign， 对，很好啊，右边 design。有没有很做作？有啊，好，最后一个 resign， 真的很做作啊。可是没办法，外国人就做。你们不是每次听音听的时候都很做作 ？Hi Jerry， where are you going？ Dora， 他们就是这么做作啊。那怎么办？就没办法，就这么做作啊。没办法嘛哟。来，信号那个字跟音标又有点 key 的不够好。Signal， 那 K 跟音标你帮我改一下，它应该长这样。这个啦是，他没有，他就是 signal， 他也没有不够好，他就是写成惊叹号而已啊。signal all 的音，这个 all 那里 all signal 信号。下一个签名帮我写 signature， 他们都不念三，要念四个喽。signature， 再来 signet， 来 et 结尾表什么？我教过，不好意思哦。哎、欸，你好棒！所以让你签名的小东西呀、啊，我好开心，我的付出没有白费，有人记得。Signet， 让你签名的小东西，印章不就是这样吗？你把东西刻在上面，让你签名嘛，表示签名作用的。Signify 叫表示 ，ify 结尾表动词 ，signify 表示。最后一个很机车很长哦，这个就是。学测有考，今年学测就有考，101年的学测 ，significant， 所以你不要以为它这么长是7000字，错，它是4000字，因为今年101年的学测就有考、哦、significant。来，今天我讲 FIC 是什么字根？做，哈 ，ANT 9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哦。signify 是 sign， 就是指标、指示那个字，签名嘛，指标、指示。把东西做成指标，做成指示，就叫做有意义的 significant 学测单字哦，今年热腾腾才考过，它本来就是一个高频率单字哦，本来就是一个高频率单字。准备好的话，你帮我做1到5题可以吗？我觉得它偏难了啦，就是你不会写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写，当然是最好，做得出来的话，是真的偏难，没有错。
你以后就是你大概差不多高中以后就会开始往台北市跑了嘛。其实虽然北投区也是台北市，但我总觉得我们有点像就是比较最后一块净土啦齁。真的啊，我现在回来就觉得这边空气好什么的。然后到外面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如果你遇到哎、欸、你家住你住北投，那会是一种就开始自己夸自己耶。真的，你以后高中你就知道，高中以后你开始接触到很多外面的人的时候，哎、欸啊，你家住北投，或者你家住石牌，你家住天母或是士林，我们都是一区的。因为我大学的学长，他念石牌国中，然后他家其实是住石牌，那我还是觉得我们是一起的。对，虽然我家是住旗岩，还是觉得我们是一起的。你填完了吗？我提，方面还有一题哦，都填完了是不是？看我们来讲哦。来第一题 ，as a prophet says， 犹如呢，如同这个谚语所说 ，man 怎么样 ，God 怎么样？这个其实今天没有教哎、欸，这其实是上礼拜教，上礼拜教之前教。第一题答案选是 do proposes 对吗？对，很好。来 ，H 很像，来讲一下 suppose 什么意思？你有一个想法，可是放在下面 ，sup 是下面，它叫做以为。B 选项往后靠腰靠背一些，叫休息。上礼拜教了嘛，哈。C 选项 ，OP 跟 PO 所相反，反对。主选 propose 叫提议，所以这句话是一句谚语哦，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二题 ，We have 怎么样 ？Food 叫食物 ，to stay in the mountains for 3 days。我们有怎么样的食物可以在山里面待三天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所以不需要担心哈，不需要担心的 refuge 啦哈，叫做避难所。第二题答案选的是 A， 足够的。我们有足够的食物留在这个避难所里面。B 选项 efficient 要有效率的，今天是不是有教？如果你会，你懒得写可以不用写，但是我是老师，我还是要写。C 选项 deficient 叫不足的。D 选项 effective 叫做有效果的，都是今天教的。来，一二题全对，举手我看。有一二三四，请放下，很棒啊！第三题，谢昆山的 life story 故事 has been a 怎么样？对很多学生而言 ，although he is physically challenged， 来这个字 physically， 体育课叫什么课 ？PE 对不对 ？Physical education 那个 P 就是他，叫做身体上 challenge 加挑战，这是非常非常委婉的说残障哦。第三题选谁？非常委婉的说，团长，答案选猪，叫灵感，叫激发，对很多人员是一个灵感，是一个激发。答案选猪。A 选项 aspiration 叫渴望。华硕还是 Acer 吧？什么机哦？华硕不是 Acer 啦 ，Acer 有一款小笔电，他那时候找那个王健民来代言啊，叫 Aspire， 有听过吧 ？Aspire 就是这个字。他28的电脑，小笔电，然后10000多块，然后真的很烂，因为我那时候我买烂透了，硬转的很慢，非常慢。好、哦，他那个系统有差吧，叫渴望。B 选项 respiration 刚刚有教叫什么？呼吸。C 选项 expiration 有讲叫期满，就是到期日。第四题。其实说真的，残障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字，哎，这个我刚刚 disable， 然后加一个 d 给他 ，the disable 就是同义字形容词，还有一个 handicapped， 两个 p 哦 ，handicapped。那你在那个捷运上看到它上面会写不爱坐，请让付给孕妇啊 ，pregnant 啊等等等的那个 disable。有没有？他是写 handicapped disabled， 吼，就是我用这个字 handicapped。那其实有没有差异？有啊，这个是最委婉，因为他是说你身体上有挑战。然后 disabled 是就是你不能啦，就是你有对你有残障，你不能啦。那 handicapped 就是一般公用的说残障，就是这两个字。所以其实最贴近残障是 handicapped， 这个是委婉 ，disabled 就比较坦白一点，比较白一点，会伤到人的感觉。第四题 wrinkles 有写它是皱纹 ，on his face 怎么样 ？lived a hard life 表示显示，答案选 B signified。他脸上的皱纹表示出显示出他活得很辛苦。
A 选项 signal， 它今天加了 ED 给它是一个动词，叫做显示讯号。你的手机收不收到讯号也是这个字嘛 ？signal。C 选项 signet 今天有讲是印章，印章。D 选项 signature 是签名。哎，你知道古代的人不能随便印印章哎？古代人只有官才有印章，你知道这件事吗？超夸张哎！古代人不能有印章哎，或是你是大户人家才可以有印章。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的户头吗？开户不是都要印章？还蛮麻烦的，可是啊，国外开户只要签名，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银行，我所知道的，像富邦啦、永丰啦、第一银行等等等，这些银行他们都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以签名代替印章，哎，超方便的。因为我老是会忘记带印章，我是糊涂人。第五题 ，She's 怎么样 ？Teaching others。教别人非常的熟练了 ，She thinks teaching is the best motivation， 是最好的动机、最好的灵感 for memorizing things。她认为呢，你自己背的，你自己教别人，可以教别人就是最好背人家的方法哈。答案选 B， adapt， 熟练。A 选项叫适应 ，C 选项叫领养。我怕你不会的猪 ，D 选项叫调整 ，adjust。调整，来五题全对举手，我看。错一题，有一二三四，请放下，很好啊。算其实已经算难了，今天照单字算难哦。哎，后面还有好多，怎么办？我想今天是走向一个教不完的状况了。没有关系啊，下礼拜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带来，我们再上啊。累不累？不累，我们就再往下教一点点。累的话，我们就把前面单词复习一下，念一下。来，猜拳输的决定，剪刀石头。啊？对，你们三个。啊，你们两个害怕输，来，赶快。你们三个赶快剪刀石头。赢的决定好了，剪刀石头不赢的决定。你们俩再猜，赢的决定。啊，你赢了。你可以决定一下吗？累还不累？累不累？不累，我们就再往上教，然后累就会超累，那我们就往下教，往下再往整他有没有？他下来决定，然后我们就往下教，好开心哦！第六页，我真的很坏。串联记忆法，来，这个呢，它其实蛮容易，不是太难的字。第十个这个字叫 autobiography， 这个字我猜给你看哦。我真的很坏哦。这样子猜，白啊，这样猜 graphy 哈。其实啊 ，graph 本身就是一个单字，叫图表。那它的字根的意思叫 write，y 结尾是名词。Y 结尾是名词。那 bi 啊，你有听过 biology 吗？等一下就会有了哈。biology，bi 是 life 的意思，生命。auto，automatic， 它叫 self 的意思，自己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自传上面有写嘛，对不对？那首先 auto， 我给你一个字哦 ，automatic， 自动化的，自动的。bi 啊，也写一个字。Biology，ology 就是学问的意思，就是 science 的意思。叫生物学。那 graph 我刚刚有讲 ，graph 是图表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单字。然后第一个汽车帮我填 automobile， 汽车 automobile。然后一样可以跟你讲 ，mobile 是动的意思 ，move 的意思。auto 是自己会动的东西，就叫做汽车。
对啊，因为汽车会自己动嘛，它又不是什么要牛去牵它，有没有？独裁这个字稍难了一点，叫 autocracy。那 cracy 是 rule 的意思，所以最后一个民主叫 democracy。然后那个 dema 是 people 的意思，所以民主就是人民自己 rule 自己嘛，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好，再来地理学十一个这个字 geography， 你应该蛮常看到的啦，因为它是你课本上面会有的字嘛。它就会看到谁？你看到 graph 了，对不对？所以 graph 是 right， 是写。那你不会的是 geo 是 earth 的意思，叫地球，把地球写下来，地理 geography 就是所谓的堪舆啊。古代叫堪舆学嘛，就是地理啦。像是那个康熙以降啊，他们都有做这件事啊，就是去把那个山川多高啦、海多深啦，没有海多深啦，湖多宽吧？哎，什么神经病？那很重要哎，堪舆啊。那再来地质学 geology， 帮我填地质学叫 geology。刚刚说 allergy 是什么 ？science， 所以它是地质学跟地球相关的地质哈 ，allergy 科学。再来是 geometry 这个字啊 ，geometry 这个字叫 major， 请问一下 major 什么意思 ？major 叫测量。所以测量像这个三角形多高，这个直角三角形多高，这个等腰三角形多高 ，geometry 叫做几何学。最后一个叫对称嘛，叫 symmetry。一样，那个 metry 就是 major，SYM 是什么？说汽车还是机车，是不是？不是啦 ，SYM 是 the same 的意思，叫做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哦，测量一下，左边13公分，右边也13公分，测量一下，左边是三角形，右边也是三角形，它叫什么？对称 ，symmetry 叫对称。你在旁边记一下哦。symmetry 要对称啊，这个字认不认得 ？sympathy 低音节。来，这个啊 ，path 是 feeling 的意思。感觉的意思，那 SYM 一样是什么？是 the same。我看到你人逆己，逆人机己机，它叫做同情，就是哎呀，好有同感哦，就你好惨，我也觉得好可怜哦，这样。你喝太多饮料，今天会那个不好，对身体不好，糖尿病哦。你今天不要再喝饮料了，好不好？今天喝白开水哦。明天也就是一天大概喝一杯就很多了啦，明天也尽量就少喝哦，真的啦。年纪轻轻得糖尿病的很多哎。我有个同学，我小学同学，清江国小，他足球队，他的外婆每天都在清江国小侧门卖那个红茶。那你知道红茶要加很多很多的糖，你对红茶有没有概念？你泡一个红茶出来是完全不甜的，你要让它甜，你要加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糖才会甜。所以一半就是你煮1000公斤的
一千太多，100cc 啊，100cc 很少吧？你煮100cc 的茶出来，你让它有甜度，你要加到50克的糖才会有甜度，才会是正常的量，就是很甜的意思啦哈。他每天喝，每天喝。他上国中的时候，他念北流国中，他叫韩中伦，不知道你们听过？我跟我一样大，就得糖尿病。所以小朋友也是会得糖尿病，你不要以为说我年轻，我多喝一点没有关系哦，不行哦，喝白开水多喝一点。53可以喝，一天喝一杯就好了哈，少喝了。来，下面押韵帮我填一下。第一个 sunrise 是日出，第二个 advertise 叫做灯广告 advertise 灯广告。那这个字它会有时候缩写成这个字 ad 就是 ad 这样 advertise。这个是动词名词一个字哦 ，advertise 动词名词一个字。下面是 enterprise。Enterprise 叫做事业 Enterprise 难吗？还好吧。因为他们都是 ice 的嘛。那事业心，请问一下怎么讲 ？A sense of。Enterprise， 就我越擦越脏哎，为什么？那 Enterprise 叫事业心，所以 sense 这个字其实叫感觉。请问一下，我可以改一下？男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事业心之外，责任感吧。Responsibility 叫责任感。不好意思，我挡到你。ITY 结尾的字重音在哪里？我教过哦。大数第三音节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再来，我觉得男生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幽默感 ，a sense of humor， 幽默感。难怪我一直交不到男朋友哦，太挑了。他刚也说我很挑我们两个刚在全家，因为我还没吃饭，然后我就要决定要吃什么，然后。他，我就会说什么，你给我一点意见好不好？然后他就讲，他讲什么都一直反驳，然后说你很挑我真的很挑毛很多。正义感怎么讲 ？A sense of justice。昨天那个 Cinemax 在播《窃盗城》，你有没有看过？好好看哦，《窃盗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交男朋友了，但也是好事了，因为交男朋友很花时间。你知道我每天都要编讲义，我很痛苦因为讲义不是你编好一套，就每次要更新、要翻新，明年都要翻新啊！你不能拿旧的东西啊，学测考什么、职考考什么，你要加进去啊！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我觉得很痛苦了。然后如果有人要约我吃饭，我觉得也很烦，而且我讨厌就是对啊，应酬啊什么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字啊 ，sense。sense 其实它叫感觉哦，这个字 sense 动词、名词都可以，动词去感应，名词就叫感觉。所以今天它竟然可以翻译成事业心，就是你对事业很看重，感觉一样，它叫感觉、叫感应都有吼，动词。No, I can sense it 的感觉。好的话，帮我翻到第三页，我们把单字念一念，就让你下课。我们中堂有休息10分钟啊，所以你还我10分钟，正确的嘛？对，上到4:10，不要一脸那个很苦的样子哈。来，仔细念看 ，adapt， 熟练念看 ，adapt， 对，收养 ，adapt，
对啊，我就只有念那个有 KK 的地方。好，来第二个，当代念一下 contemporary。Contemporary， 在 contemptuous，contemplative，contemplative， 很好啊。代替，替代 ，substitute，substitute， 在 institute，constitute， 很好啊。不仅仅 recession，cessation，procession，attract，detract，subtract，efficient，sufficient。Division， 然后翻 comprehend，apprehend，reprehend，inspire，expire， 很好啊。最后一个 respire， 签名 sign，sign，assign，cosign，sign，assign，cosign， 右边 design，resign， 很好。signal，signature， 都是短音 ，signet，signet。好 ，signify，signify， 最后很难哦 ，significant，significant，significant， 蛮难的哈。往后翻，串联记忆法，第一个自传 ，autobiography，automobile，autocracy， 很好啊 ，democracy， 很好啊 ，geography，geology，geometry。最后一个 symmetry， sunrise， advertise， enterprise， 没问题了哈，不用考试啦，暑假都不用考，还是你们想考？好吧，就这样。但我没说，下礼拜一样哦。我们今天是完了，今天几号？十二了，是不是？十一，下礼拜就是七月十八吧，十八号，礼拜三。一样，下午一点半哦。你可以迟到啦，但尽量不要，拜托。到四点，我们会上到四点十分啦，吼。中堂会休息。如果一样很热，我再请你喝饮料，吼。有问题留下来问我啊，没有问题可以让你下课回家。祝你有愉快一个周末，暑假很重要，好好加油。
叫什么名字啊？对不起。很亮的亮，树，不是，树光的树，不是，水布，好少看到的字哦，可是它跟它对称的，你有没有发现？